李总，上班去啊？走，王总，你也去公司啊？对。又买新车了？这进口的吧？什么牌子？挺大气的。国产品牌，荣威E950，油电混合动力的。这不响应国家号召，主要是还能拿到政策补贴。李总，上去看看。好。李总，怎么样？这做工还够精细吧？你看这中控台。这国产车啊，它真不错，很气派。要充电吧？免费呢，在这个固定车位给装个充电桩，环保又大气。这以后啊，咱们出去讨生活啊，也有面子。真不错，价格也不便宜吧？免费上一个上海车牌，便宜点十多万，一共才二十几万。主要是这一年啊，节省不少油费。王总，罗罗精灵啊，这算盘打得啪啪响。等我有空啊，我也去了解了解。好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这位，这位，这位。